报父母恩咒，南无弥利多多婆夷梭哈，南无弥利多多婆夷梭哈。学佛的人就是懂得孝顺，所以每天念49遍报父母恩咒，南无弥利多多婆夷梭哈，可以回向给现世的父母增福增寿，过去七世的父母往生净土，更可报答父母恩。南无弥利多多婆夷梭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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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弥利多多婆夷梭哈。